这是几个意思？不接不接，接了都没好事。妻子们的浪漫旅行即将开始。包车旅行啊？你去受死吧！安排一个帅哥给我吧。想要谁？谁呀、啊？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挺紧张的。完了。就是你不要给我。一般这种话说出来就是一个定时炸弹。对，对的。走我吧，走你，自由吧。以后你就再别回来了，别回来了。